我是公共列车党的109年是1月3号，瑞邦，瑞邦，在14点46分出发的是，有列车通过，啊，17次啊，也是17次。动态。17次将北回线开往树林的 TNU 1010的 TNU 009泰鲁格之阳啊，以及4031次将沿线开往苏澳的 TNU 718将77阿法全的阿法区间开车，超值阿法全开车，4031次将沿线开往苏澳新的超值阿法区间开车，在瑞。放在我方的声音啊，谢谢哥哥感觉呢。然后刚刚是11次的泰鲁格之阳啊，提用1010年跳009，谢谢哥哥感觉。